这咋了？怎么自己好为你拉拉拉咋为你服务呢？婆婆上班去了。那你要工作去了？对呀、啊，我去种竹笋。竹笋种的是了，好吃吗？鱼。哎呀，婆婆哎，你摸下这个，你走吧，别要迟到嘞。可以吃的，我晚上带回来给你们做火锅啊。哎，那梦一个过来，干大金子好上班哦。那就到东湾东走走西走走，对付出对付。你怎么了？你的脸比屁股还红呀！哎呦，现在你可会搞红了，咋喂？哎，豹哥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没事没事。啊，我今天在哪里？在这边吗？啊，你这里那个就是那个。哎，好嘞。碎成泪花，无风呀，你的脚步怎么还不肯停下？我等你哭。无风呀，你也和我一样。哎呀，你那是日出了吗？哦哟喂，一四十度啊！哎，这是违规嘞。喂，云，怎么了？哦，婆婆生病了。你在家等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豹哥，刚刚我们家里突然有一点急事，可能需要早回去一下。好的，有什么情况的话，你可以打个电话。好，需要帮助的话可以讲一下。好好 好，谢谢豹哥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的好的，家里事要紧。嗯，好。别急别急，我是真的不婆难过。哎呀哎呀，好啊，小丁哎，那到姐妹来都可以好。你到本溪想看老人难过死嘞！阿姨，我看看看啊！我这应该是没事情哦，阿姨，我看到呢，应该伤好嘞。这个可能呢，最近有所烦心事情不啦？婆婆怎么了？说事情哦，就是宝贝操心，到他开始。阿姨，我生气了。我在宝贝嘞。嗯，婆婆，喝茶。嗯。阿月，是不是梦一个不生气了？我也不知道呀。哦，好了，吃饭了。哇，今天是怎么认识啊？这么隆重。今天婆婆虚惊一场，咱不得庆祝一下？婆婆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哎呀，那个泡沫干了呀！这是竹笋，你不是没吃过吗？来，等下尝尝。好吃吗？嘿。我了这辈子了，自个村里向里东头哦，也没等下头就出去。还好了，今麦子没事，否则了以后嘞哟。婆婆，呸呸呸！好好，呸呸呸呸呸！现在也来得及，我们想做就去做，想做就去做。对，想做就去做。